这是一个位于 Symphony NEU 附近的一个一室一厅小型公寓。一进门是一个长廊，右边是这个套间的卫生间部分。这个套间有小跃式的设计，在这边有一个小楼梯，上到楼梯是一个卧室的部分，在一个小二层一样的设计，有一个衣橱。返回楼梯，沿着走廊一直前进，这边就是一个厨房和客厅的部分。厨房配有电冰箱、洗碗机、电磁炉、烤箱和油烟机，整体空间非常的大。在学校附近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空间，在窗外是一个小型的阳台，是属于独立这个套间的。